安德鲁王子牵涉性侵未成年少女案，申请撤销诉讼，被纽约法官驳回之后，白金汉宫便宣布，王子的军阶、公职还有王室赞助都全部归还给女王，并且会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案件辩护。外媒引述王室消息人士，未来安德鲁王子不会再使用殿下的称呼，他的职责也会分配给其他的王室成员。